谢谢秦叔叔的三个飞机儿。秦叔叔，我马上开始抽奖了，送倒了。哇哇哇！别抠我！那平 A 有什么用？还不抵七两下子呢？真好，打个劫！这把打个劫是实在是太好了啊！没忍住抠了他一下，正常是不应该抠人的，你知道吗？抠了一下人，我们就少了三层。不打他，你就非得要打你一下子呗，就非得要打。哎，你一换一吧，非得要打，那打就干吧呢。哎呀，非得要打。就不能和平发育一手？完了，我的十二层没了，我小犊子！这个精神病似的，打来！操了，今天谁他妈怂，谁就是孙子！枯萎。炸！我也不扣兵了，来吧。喜欢锤啊，喜欢锤，锤来，打我来，打我来。来打我来。跟精神病似的，打吧打。非得逼我杀人，我本不想杀人。为什么非得要野我？先来个耀光，这把我们不抠了，非得要野我，那没办法了，小伙子，我只能一直杀你了。你非得野的一个原本都不想杀人的人，非得起杀心。非得要起杀心让我，我抠你一下子，你他妈咋的呀？嗯，给我回去来！啥？非得都咱俩谁也别好，嗯。你有影子吗？行吧，我这枯萎都没给上。
非得要装个杯。嗯，回家了。他交了个闪，下边来杀他。谢谢轩轩爱猴哥的飞机，完了，少了12层，哎呀。炸他一下子，攒个法力流气弹。我抠你一下。你就一个兵你也别补啊，你的 Q 就都用来耗我的血，你看看到底是你耗的快还是我回的快。交闪吧呀，这咋又来一个呢？刀锋咱可也不起啊，别的英雄就算了，换人了。怎么还换人了呢？你挺装啊，我发现啊，可挺狂啊，越塔扣。别，一定别啊。吃一层塔皮走吧，回家了。我们分离者了，也可以出三项，想一想。嗯，分离者的吸地是1.5秒。三项的吸地也是1.5秒，我出三项。我已守候了15个世纪。三项的有点快啊。这个持续几秒？5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。哎，下边再杀这个刀吧。上一波他还把点烟给用了，继续杀的。
哭一着就死，枯萎直接起跑一开上去一抠两抠三抠，不用你跑往哪跑，谁好使？现在我就想问，现在谁好使？梦岩敢来我中，我不信。我直接把塔拔了得了。非得让我抠一下，放炮弹！这波不行，都破败了，不是很好杀呀。先来个布点孩吧，再出个小反甲，来个红宝石，我们就无敌了。小心点刀锋，刀锋放没放大我又忘了。这把我就不一直抠了，去下路看看有没有机会啊。嗯，非得要野我，非得要野我，为什么要野我？为什么？去趟下路。要杀就得先杀塞纳。哎呀，这怎么还能出来个劫？我操！我杀两个，给我出来杀！哪来个劫？
绿纹到了，绿纹是带着传送吗？为什么要野武？那 ADC 上面不死了吗？怎么又下当了呢？你们四个打一个啊！要能再死一个，咱也无话可说了，兄弟们，四个打一个可别死了啊！别的我都不怕，我就怕他塞纳。啊！他太狂了吧！啊，他太狂了吧！他敢这么样子杀我们，给我追！谁也别我枯萎着，我跟你说。喂，给我追来，我看你往哪跑。喂，好恶心呐、啊！他水银鞋还，哎呀，给我射的射的射的射，哎射射射射射射。这也能射歪来，我追来，我疾跑开了，我让你烧，还有你，你也不用走了啊，扣小兵了，把那梦眼给我杀了，加油兄弟们，漂亮，这波全死对面，先来个反甲，再来个冰心儿，再出个十五，不对，反甲我们肯定是得出啊，然后我发现了我们追不上人，我得来个板甲，然后出个蟹手，来个冰心儿，换鞋吧，不用，他们家没有多少控制，一共就两个控制，三个控制，刀锋一个，塞纳一个，梦魇一个，那也不能都教我吧，都往我身上教，那他们就团灭呗，我这么幼，打个石头人的。中队，把那刀锋给我杀了，还带线儿，他凭什么带线儿？他凭什么？你凭什么带到这里？我不懂，我不明白，你凭什么？想厕所回城，那不好使。你给我药圈也没有用，你给我死，你给我死，抢我个人头，小龙来，大龙，小什么龙？
妈打的那么慢啊，我们家 AD 是啥来着啊，是卢仙。今天别人可以不死，敌魂圣枪必须给我死。我还需要一个谢婶。谢手出完，我们出一个死亡之舞。出个水银多好啊，要什么水银？他们现在就是交技能，他也打不死我，他要把我打死了，他们家也是全死了。刚才主要是旁边没有人了，那劫杀了十个人，你敢相信吗？你敢相信吗？你还把他带回来，你是我看你挺骚啊，你挺喜欢骚的呀，小妹妹。先把这梦魇给我劈了。队友呢？为什么没队友？多兰顿卖了吧，他能杀十一个，我们才杀了十二个，他居然能杀十一个人，你敢相信吗？这塞纳多少层魂啊？八十层了。我把追来。把刀锋杀了先。哎，怎么打谁谁闪现啊？我打一个闪一个，我的天哪，烦死了！没有人能打出来点闪现吗？你咋的呀？谁的传送啊？兄弟，这只能目送你了，给你撇个炸好吧，给你减个速，剩下靠你自己了。完了，十二层没了哟。你也是战神呐，
我俩玩啥呢？你在干什么？该回家了，出血手了。完了，别烫死，别烫死，别烫死！哎呀，你给我回来来！我给他减速了，没蓝了。没蓝了，兄台。抠的不是那么很爽啊，这把没办法，那杰呀非得要找我打。我本来我不想跟他打，你知道吧？他本来他不用这么快输的，我本来不用这么快无敌。但没办法，他非得找我打，一点办法没有。把蓝 buff 给我拿过来，你给我站那儿，你给我站那儿。我说你站那儿，你是不是没听明白？半根无私。哎呦，我射这么远，怎么的呢？瑞文，给我上！我先扣个小兵，回家我们无敌。差点钱，水银鞋，等一会儿。为什么平 A 带魔法伤害？因为这个我请求要一个舞台。给我杀塞纳！别人可以不死，塞纳必须得死。给我冲！怎么还投了呢？我抠你一下子！射他！点了，我点了，他们也不能点。